真是很坏呢。吃补品。咻咻！白痴哦，不会玩这个了啦。白痴要死的嘞！嗝屁！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啊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哦，怎么会那么累啊？咦？哎呦！今天延迟还蛮久的欸，还是最近延迟都这么久啊？咻！对啊，搞不好不是你家网络问题啊，是真的延迟啊。哦，
因为我想说，我跟大家说晚安拜拜的时候，过很久才回我。哎咻！臭狗，走开！哦，这狗很烦，散弹不是说该好用。死掉了，骷髅狗。来测试今天延迟几秒吗？好不好？等下数到三，然后再开始从一二三四开始数，数到三就打一哦。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14秒，好，非常好。哦，有人14秒，有人17秒，哎，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刀好像砍下去有点没有砍到的感觉，它好像刀的内侧不会有伤害，伤点啊，没有东西攻，
今天在学校转告了某只小企鹅。哦，二月一号的吗？啊，哦。哎呦，这把好像更好哦。然后他表示他不知道能不能去，因为似乎不知道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呀、啊。安安啊，哇！求了，不然其实这个盾很好哎、欸。安安哦，嗯，哦，白痴哦。我刚刚想说那个紫紫到底是什么，想起来了啦，这个啦，被攻击时会散播毒，这个啦。刚刚什么东西？哦，经济伤害。OK。哇哇哇哇！哇！晚上好啊，晚上好。